济扶人，热心公益，赞。撑一下哈。分到高台哈啊，所以我们都分布在七个这个医疗院所，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次的疫情当中，非常感谢福仁社的付出奉献让宜兰县的疫情呢能够稳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防疫的措施还是要把它做好那就非常感谢我们福仁社捐赠了我们的移动式的镇压筛检站，让这些医护人员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专业领域的付出奉献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热，还要穿的这个隔离衣真的非常的热如果是移动式的这个筛检站呢他们呢就能够呢不用那么的辛苦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福仁社能够对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而且呢对宜兰县的这些县民的健康都这么的重视非常感谢福仁社，我们都一起努力拼出宜兰的好健康，感谢福仁社感谢咱这社友感谢咱这所有的社会吼，国家都会当吼对着咱这个疫情大家团结合作，把咱宜兰管理当这么稳定。但是呢，咱吼疫情还是不稳定，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当工对防疫的工作要把它做好谢谢福仁社，我们都一起努力拼出宜兰的好健康，感谢大家。各位县议员以及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好。我感觉咱宜兰县吼，上有人情味啦吼。虽然台湾吼关135座啊，不过宜兰吼，咱县长就拨出时间吼来做这个活动吼。感谢福仁社吼。我本身是罗东人啦吼，我来宜兰是感觉吼。就拄到馆长，因为我做过银华组的全国理事长，全国的木材工的理事长，拢常来宜兰。本身即摆过来10月2日，佮北新国小60周年，嘛佮拄到馆长。我即礼拜来宜兰来3天啦，吼。咱宜兰有啥物代志，我一定吼优先处理啊，吼。谢谢。过来吼，我感觉讲即摆迄个过来振兴建吼。我可能我福仁社嘛会做一寡代志啦吼，希望讲即马真侪小学啊吼，中学拢即马拢视讯咯，上课拢无拢爱用视讯，不过有诶咧无手机啊，有诶咧无电脑，视讯都无咋开吼。所以福仁社最近振兴建可能要来做这台关电脑关迄个手机啊吼，福仁社的这个善的团体啊吼，足侪。好的人哦，拢来参加福仁社哈，我感觉讲吼，这是足光荣的代志哈。2、1，国际福仁社热心公益站，等一下哈。